第三届鲑鱼返乡台湾教育展再度回到洛杉矶旧金山扩大办理，由教育部指导，集结13所台湾顶尖大学院校参展，台湾优质的高等教育环境、合理的学费优势、完备的华语学习环境，是在美第二、第三代华裔子弟升学管道的首选之一。华裔学生只要凭 SAT、ACT 或现有高中大学成绩，就可以申请返台就读学士、硕士或博士课程。详情请亲临教育展活动现场。